香港有些山路的围栏和马路边的一模一样，只是颜色有点绿。青苔类的植物真是顽强，铁石心肠它们也能长。咦，这是年少版的香港消防栓吗？香港的消防栓一般圆圆胖胖蹲在路边，但如果你是在山路旁边，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瘦小型的探头探脑的消防栓。来，在香港的山上体会和城市若即若离的感觉。有些人不是一会儿想要待在城市，一会儿要离开城市，这种围城心理，这山就可以给你满足了。香港的图书馆是很接地气的，往往和菜市场在同一栋楼里面。当然啦，香港中央图书馆是值得拥有自己的一栋楼的，这一栋就是了。有一类设备不需要好看，但一定要好用，一般不容易用到，但用到的时候一定要容易用。香港山路上这个紧急求助就两个按钮，应该属于这一类吧。